河尾镇头前，你坐条巷道年久失修，加上庄内道路下原本就较歹通行，当地居民甲里长叶国明不断陈情，官员甲地面代表合力争取着县府经费进行路面改善工程。河尾镇头前，你庄内真侪条道路年久失修，坎坎坷坷，加上巷关啊路真下路面真歹行。咱这条道路吼，嘛将近吼，头尾二十年吼，唔捌来征收啦，啊，到即回吼，经过咱这代表啦、议员啦，吼，向因大家大家争取，吼，阮这头前里的村民呢，大家咧是真欢喜，吼，真感谢讲安有即款的道路，吼，真好行，吼，即站啊咧，拢来做阮头前里的跩四股恁长的道路，真感谢跩代表议员啦。足感谢伊嘞，哈！头前里吼，由咱里长啦吼，一直反映讲庄内一挂路吼，会使讲前前后后啦吼，四五条跩路拢已经头二十年无空啦。我出来含代表吼，有反映了，我着去县政府争取，咱庄内路有需要做好平，因为咱庄下老遐真济吼，乌都歹铁马再方便来互因行哩吼。就是说，我们的道路哦，都崎岖不平，然后都是。凹凸不平，然后骑机车会很危险。那个家军向那个公所反映之后，因为由于经费庞大，那也很感谢我们县议员萧文雄向我们县政府去争取经费。当地居民甲里长叶国明坐个庭前，地管议员萧文雄甲河尾地面代表蔡家军的协力争取之下，得到县府补助大约600万的经费，进行河厝路一段156巷、河头路、庄内路甲巷道、新中中卫区中孝段等五条道路。路面改善工程，因为有卡车咧经过啊，吼，所以路面安尼坎坎坷坷，还有也不顺，因为安尼可能超过20多年吼，唔捌整理，唔捌空过，尤其是骑车，搁再一挂辅路吼，搁一挂遐老大人来骑咧四轮车啊，吼，拢足不方便的。拄只深咧靠这路面有甲解释讲，伊即马成咧哪靠哪裂平。好，对啊，这水平也好，我感觉讲安尼袂歹啦，有照起工啦。空空的当然，哦，空心哦，当然是会较好行，较舒适安尼。真侪当地乡亲表示，等20多年，总算等到平整、舒适、搁安全的马路，拢感觉真欢喜。多张新闻，也奉有何必采访报道。